给个痛快话20，到底走不走？美女，美女这么砍价的，二百让你砍到20。我一直都这么砍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你长个樱桃小嘴就可以胡说八道了是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指什么指？长个千年一手了不起啊？本来200的路费让你砍到20，这不掉你自己的价吗？我看你啊，除了漂亮啥也不是。哎，等一下，走，200走。没有信心。服务员买单。哎，你好，这边一共消费200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